好，第一个动作，我们做揉膝，斜揉向上。第一个动作，好，松沉，转肘，转腕。好，第二个动作，好，转腰擦掌配脚。三，后座抽回。四，收脚提手。五，上步揉膝推按。好，接下来转身到龟山，一后座手引上来，二转身扣脚，好，三移重心松脚，四右脚上步，五搂膝搂腰推按，搂膝搂腰的意思是高度的问题哈。接下来斜搂斜单边一后座，好，手引上来，二转身扣脚，手带弧形，三移重心勾手松脚。四上步，五单边弓步定式，停。好，准备好。来，我们接着是转身手起探腿。第一个动作，后坐转腰带手部。好，再看右边，右看。好，再第二个动作，第三个动作，下重心抬脚握拳。好，这个方位哈、哦。身体还是有点斜哦，等一下我们要退脚的时候再把身体修正九点。好，退脚转腰拐砍，手要砍过来哈。好，这是四五后坐步，拳头冲拳出去。好，这个是手里看腿的部分哈。接下来我们做大领头哈，大领头来，一中蹲观掌，二提膝抬手，这个手要抬出去啊。三退脚切按掌。好，接下来第二次的退脚，收，退，一样切按掌。第三次的退脚，收，退。好，这次完成就是到领头的定式 ，OK。接下来我们要做斜回式，好，后坐转腰带手，二横跨，收手回来，来好，再来三上步。七点半方向，四斜开，虎口向上斜开，好方向，身体朝九点，手型朝七点半。好，接下来左右翻栏，一后坐，二转身扣脚，好，三移重心，好，手脚收回来，松蹲，起手上是一，好，再二上来，停。